我的爸爸是长颈鹿。哦，斯蒂芬·迈克尔金著，于志莹老师翻译。好的，嗯，我的爸爸长得又高又大，好像长颈鹿。但是他不会像霸王龙那样吓人。我的爸爸个儿高高的，身上长满斑点。我的爸爸是只长颈鹿。我的爸爸跑得比我快，但他总是特意为我慢下来，配合我的速度前进。他每次都这样，还会开车呢。他爸爸只能带着他坐那个敞篷车。我的爸爸很温柔，也很好玩儿。我可以爬上他的长腿，从他的脖子上滑下来，还可以骑在他的背上。妈妈说，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。爸爸也说，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。确实，我的爸爸会很多只有大人才做得到的特技，比如他坐在大椅子上，双脚竟然可以碰到地，好吗？在电影院里，他可以看到整个荧幕，当然我也可以。那刚才那个就不太对了，就在电影院里边不能坐到那么高，那就挡住后边的人了，是吧？我的爸爸不用游泳就可以走到河的对岸。下边这简直是这个游泳池太丰富了。我的爸爸会保护我，哇，这狮子呀，听我说出害怕的事情，帮助我变得更勇敢。我的爸爸以我为荣，妈妈说爸爸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我说，夏燕你读好不好？还偷偷看，你读好不好？我最爱爸爸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嗯，但我其实还很爱妈妈。好，我的爸爸是只长颈鹿。OK。希望更多人从小开始阅读、健身、学习、思考。长颈鹿，长颈鹿，长颈鹿。茉莉学习，这里刚开始。